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73页，573页最后一行，从第二句看起。盖大师以六度教导于摄受众生，使之转卧成善，发起大心，安住正道。此道非是小道，盖为无上真正之道。我们看这一段啊，前面我们学过大乘菩萨的修行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修什么呢？这六条啊，这总纲领啊，总的科目布施，布施这里面所含的意思，毛主席说的一句话，跟这个相应。但是重点是要真做到，不是口头说说就算了，要用真诚心，全心全力为一切众生服务，这叫布施。啊，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尽心尽力为众生服务，比人民范围大。人民只是你一国的人，一个世界的人民，众生不是，众生范围太大了，十法界都是众生啊，上面包括佛菩萨，下面包括地狱众生啊，云飞软动叫蚊虫蚂蚁都是众生，都要用爱心，都要用诚意帮助他们离苦得乐，帮助他们破迷开悟，帮助他们提升境界啊，这是佛务里头重要的项目啊。第二个持戒，是自己一定要做出最好的榜样给别人看啊，让大家向你学习。持戒的目的在此地，对自己来讲是得定开智慧啊，就影响方面来说，是跟一切众生最最好的榜样。最好的榜样没有私心，没有自己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，真的把王位舍弃掉了，这国王大家要争的，释迦牟尼佛不要啊，这个里头含义很深的，为一切众生服务，最直接的，最方便的。这个行业就是教学，老师亲近学生的
不离开学生的，众生是学生的，佛陀是老师啊。每一天跟学生在一起，不但是言教，最重要是身教。我把我所说的统统做到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才是个完人呢，完美而没有缺陷，是大家最好的榜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做到了，孔子做到了，孟子做到了。啊，只有做到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啊，在当时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影响到国际。在时间，你看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要影响12000年。啊，这12000年呢，现在才过去3000年呢，后面还有9000年呢。我们要不虚不做个好样子，怎么能对得起释迦牟尼佛？什么是好样子？把释迦牟尼佛的典型永远流传给后世，我们学到了。啊，我们底下一代人从我这里学到了。世世代代延续下去，这是真正叫传承呢。啊，佛法传下去了。啊，传不是口头上的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像不像释迦如来？这个太重要了。啊，释迦佛他是怎么做的？是怎么生活的？啊，他动的什么念头？说的什么言语？干的是什么事情？统统要学。这个老人在世间，没有一点私心。没有一桩事情是为自己，诸位一定要知道，进佛门就把身见破掉了，就没有自己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四句话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这是什么程度呢？入门，刚刚入门。啊，入门以后修学的目标是《金刚经》后半部的。啊，一定要做到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那个境界高了，这菩萨境界。前面无四相是小乘境界，就小学生的境界。啊，没有四见呢，那是佛门大学生的智见。啊，小学生四相破了，还有四见呢。这个四见我们现在讲，还有习气呀，习气没断了。啊，四见没有了，那是习气都没有了，心里头痕迹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是什么境界呢？是一体，宇宙跟我一体。万物就跟我一体，众生跟我一体。啊，所以我6个项目都是为全体来做的，不是局部性的，这个多伟大！啊，布施、心量、变法界、虚空界。啊，持戒我要做好样子，给谁看？给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看。
啊，忍辱，这就是忍受。啊，对于一切众生，三业所造都能忍受。忍受什么？若无其事，不会被众生所作所为呀，影响自己的善业啊，身口意善业不受影响，这叫人啊。那我们就知道了，最高的忍辱就通底下的禅定，不放在心上叫做人，放在心上就不是人了。啊，看到这个人做坏事，啊，我心里常常想到，那你没有人的，人是什么？根本不放在心上，心上没事，啊，才叫人。为什么不放心上呢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六道轮回是虚妄的，不要放在心上。设法界是虚妄的，也别放在心上。再往上去，十宝庄严土也不是真的，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，通通都不放在心上。这是什么呢？自性本定。自性本定就是圆满的忍辱波罗蜜。这个要学，你要不学会呀，你这一辈子很辛苦，很烦恼啊！啊，你的日子不好过啊，苦从哪里来的？自作自受，自性里头没有苦，法界里头也没有苦，啊，众生里头也没有苦。只是你要分别，要执着，要起心，要动念，啊，苦就从这儿来的。这是你看穿了之后，没这个必要啊！啊，每一天用的心是清净心，是平等心，是觉而不迷的心，这真心啊。不再用妄心了，人有忧虑，有牵挂，有烦恼，有习气，通通都是妄心，啊，自心清净心没这个东西啊，啊，能忍才有精进。精进两个字很重要，精是什么？纯而不杂叫精，净是不退转就叫精，啊，有进无退也，天天有进步啊，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天天进步呢？大乘经教啊，你天天读大乘经教，你天天在进步。啊，这一点，张家大师教我，勉励我，而我从方东美先生那里看。他老人家真的是精进不懈呀！哎，忍辱功夫不到家，方老师火气很大啊！看不惯别人呢，这个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看不惯的他就骂人，所以火候不够啊。
看不惯的也变成看惯了，和气全无。忍辱波罗蜜到家，他就得定了。方老师没有得禅定啊。啊，但是他那个精进了不起，那是我们的榜样。没有一天不读经，而且读经的时间非常长。那经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读一部经，不要读太多。太多了，你的心是散乱的；一部啊，你的心是集中的。啊，心念要集中啊，不可以散乱了。啊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要集中。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祖师大德世世代代承传了，我们要把它接受过来，这是真精进的。啊，一门通了，一切都通了；一门没通，绝不搞第二门。我就是要把这一门钻透啊，所以精进到极处什么呢？禅定先求啊，精进到极处就是禅定，禅定到极处，智慧就升起来了啊。可以用这一句话贯穿这六句：布施到极处，自然持戒了；不持，自己就持了。他没有过失了吗？持戒到极处的时候就是忍辱，忍辱到极处的时候就是精进，精进到极处就是禅定，禅定到极处就是智慧，智慧到极处就成佛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那都是一门深入啊。所以大师以六度教导众生，摄受众生，教导跟摄受不能分开啊。摄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比较接近的就是感动啊，让人什么心服口服啊，谁说像磁铁一样啊，像磁铁一样，它能够吸住你，这六波罗蜜能够吸引一些众生啊，像磁铁啊，众生自然听你的，接受你的教诲啊！啊，思之转卧成山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就要这些东西。怎么转卧成山？六波罗蜜。转卧成山啊，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不能不记住，我们没有扎根教育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怎么学都比不上古人，都差很大距离。古人有根，
现在人没跟，现在23岁、30开始学的，都是不是扎根的，都是属于补习教育。那要靠自己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过去生中善根深厚，啊，20、30学了也不错，一生不会改变。如果过去生中没有深厚的善根，今天很高的地位、很大的利益，你会动心。你守不住啊！古人讲高明厚利呀，这一动心怎么样呢？一动心你就走向三途了啊！表面上看你占了很大的便宜啊，做了大官，发了大财啊，你能享受几年？你能活多少岁？享受不了几年，果报在地狱。这是什么人？糊涂人呐、啊！这不是聪明人呐、啊！聪明人怎么干这个事情？所以，如果从小扎根，那就没问题。啊，名利摆在面前，不动心呐、啊。啊，他知道我这一生提升自己的境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来生要升天，我来生到极乐世界做佛，我才不搞六道轮回了，这就不动心了。啊，你请他做转轮圣王，他也摇摇头，也不干这个事情。这是真正有智慧、真正聪明人。啊，看到别人修善积德升天了，点点头；看到人家坐卧了、堕了三途去了，也点点头，不动心。那是什么呢？那叫做果报，因缘果报。造善的果报在天堂，消他的善业；造恶的，在恶鬼出生地狱，干什么呢？消罪业的，消罪业，消恶业。三善道消善业啊，善业恶业都不是好东西，这个要知道。为什么呢？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帮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好东西啊，那是宝啊。啊，什么东西能帮助啊？念阿弥陀佛能帮助我们超越轮回，那我们知道这是宝，这是了不起的啊！我们要真心真正想生到极乐世界，这个念心念非常的恳切啊！欧耶大师告诉我们，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，你有心有愿你就决定得生啊。品位高下呢，那在你念佛功夫的前身，不在乎多少。功夫的前身，功夫是什么？功夫全是放下。你能够放下多少？彻底放下了，功夫深。往生的时候，上辈上生。啊，放下一点点，那功夫浅。啊，下下品往生。
我们把这个事理都搞清楚了，都搞明白了，就能够选择我这一生要走的是哪一条路。我一直走下去，我绝不走岔路。我一定要达到目的地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做阿弥陀佛的弟子，在极乐世界一生成佛。成佛就像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那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典型。佛门里面通常摄受众生的有四摄法。四摄法里的头一个就是布施。这个布施把这个六波罗蜜全部在布施里头。你不要看只是一个布施，布施里头有持戒，有忍辱，有精进，有禅定，有般若。一即一切，一切皆一。这他懂啊。布施里头财布施。那持戒、禅定、智慧是法布施。忍辱、持戒也是无微不施。这个人持戒了，持戒的人我们的金银财宝摆在这里，不必收藏没关系，他不会拿我，他持戒的，那你对他放心啊。这叫无微不施，不怕他抢，不怕他偷，他直接。他忍辱，我们说话了，动作对他不客气，不要紧，他不会记仇。他修忍辱的，不会记仇。这个里面的有无微不施。禅定智慧是法布施啊。所以一个布施里头把这些全部都包括里头了。四摄法里头讲布施是这个讲法的。爱语。这个爱什么？爱护他了。不是甜言蜜语。句句对他都是有利益的。匡正他的错误。成就他的德行，成就他的功德事业，真爱护他了，爱语。力行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对他都是有利益的，决定没有伤害。叫利行呢，利益的行为呀，最后同时就全心全力的帮助你而自己怎么？自己一尘不染，决定不沾名闻利养的边，心地清净平等觉。这是菩萨行这一种四摄法，那个力量比什么都强大连你的冤家对头看到了都回头，都能化解这些冤仇他来听从你，他来跟你学习。
啊，是仁者无敌也。这句话本来是孟子的话，佛法的解释跟孟子解释不一样，比孟子境界高。啊，仁者在佛教里是对菩萨的称呼，仁慈的人，他心里头没有对立的。啊，有对立就不仁慈了，仁慈的人没有对立的，对立了，一切对立全部化解了。啊，你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你对立，这对立不起来。啊，你那个对立一靠我的边就化掉了，所以能使人转我为善，再提升呢，转凡为啊，这个转迷为悟，提升到最高的。转凡为圣，这是学佛，这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。中国古时候读书人不是做官，不是发财，读书志在圣贤啊，希望自己能够成圣成贤啊，圣贤孔孟就是代表，就是模范。圣人学孔子，贤人学孟子。在佛法里面呢，圣人是佛陀，贤人是菩萨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学佛，我就想做佛，做菩萨。啊，真正能做到啊。所以发起大行，大行就是普度众生的行啊，这个度就是帮助，就是协助啊，全心全力帮助众生，协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用什么手段呢？用教学的手段。你看，佛用教学，孔孟也是用教学。事出世间，大圣大贤，没有一个不搞教育。啊，只有教育才能够落实，才能够帮助人回归自信。啊，这什么个道理呢？因为一切众生他有佛性，他本来是佛。啊，中国古人讲，人心本善。啊，同盟教学，《三字经》头一句话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我们要承认的。本性本善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。善恶两边都没有，这叫真善。啊，所以这个善用来称什么？用来称自信。自信没有办法说，也没办法想，所以不得已用这一个字善，就是太好了，意思叫太好了。啊，好到了基础了。好到了圆满，找不到丝毫缺陷，就是按这个意思。每个人的本性都是本善的，自己一定要知道啊。我们今天不善，不善是习性，不是本性。
本性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从来没有染污过。啊，我们今天生活在习性里头，不是生活在本性。那么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，叫我们从习性回归到本性，这就是佛陀教育。啊，也只有靠教育才能够做得到。啊，发起大心，大菩提心。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就是大菩提心。安住正道。道是道路，我们要行在正道上。正道就是自信，换一句话是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都跟自信相应，跟信德相应，这就是正道。这个道呢，不是小道，就不是小乘道，是菩萨大道，是无上真正之道。啊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。究竟圆满的心得，啊，小道指的是什么呢？在印度是小乘，四谛十二因缘，啊，八正道，这37道品，通常用八正道做代表，这小道。那么在中国呢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这是小道，小道修到究竟圆满就是大道。啊，这小道通大道啊，做的不圆满。什么叫不圆满？有私心就不圆满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，有执着不圆满，有执着就变成人天道，比小乘还要小。啊，不执着，还有分别，那就是小乘道。啊，不但不执着，不分别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。那就是无上真正之道。为什么？自信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。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”这句话说得好。本无动摇就是自心本定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真心是不动的，妄心是动的。啊，现代科学家告诉我，整个宇宙的情形是什么，都属于波动现象。它动，它不是静止的。啊，但是那一些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的人告诉我，啊，自性是什么呀？自性是不动的。啊，那这个不动很重要啊。现在大家疏忽了，心浮气躁，那什么动向啊？
真正学佛的人、学儒的人、学道的人，心都清净，不动。啊，这叫禅定啊！心只要不动，这个心起作用就是智慧。啊，真心生智慧，那个浮动的心呢，生烦恼，生什么？生妄想，生分别，生执着，他生这个东西，他不生智慧。所以心啊，要常在定中啊。啊，我们定在哪里？我们定在阿弥陀佛。啊，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叫入定。啊，这个入的是什么定？叫念佛三昧。啊，那我们就形象上来说，大家好懂，入弥陀大定。那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，我入的是弥陀大定。做得到啊，每个人都做得到，不难啊。弥陀没有了，这个就难，那就太难了啊，定不住了，又会胡思乱想啊。所以我们就定在这一尊阿弥陀佛上这个很有意思。我们要懂得，我们要真正做到，赶快把它做到。那为什么你真正做到了，灾难就没有了？啊，真正做到了，疾病就没有了。真正不可思议。无上真正之道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普贤之心。啊，你看净土宗，一开端就告诉我们。修学净土的人，无论是在极乐世界还是在现前，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我们都知道，怎么样做不到啊？一条都做不到啊！啊，只要第一条没做到，后头全都做不到啊！为什么呢？它像十层大楼一样，下面是第一层，没有第一层，拿来第二层，拿来第三层。啊，这一定要知道。啊，第一个什么呢？离境诸佛，我们想想，我们对待一切众生，是不是平等恭敬？没有平等恭敬，就没做到。我觉得这个人值得我尊敬，我得尊敬；那个人不值得我尊敬，我就不敬他，这就不行了。这一条你就没做到啊！普贤菩萨的离境诸佛啊，上面毗卢遮那佛，下面这个苍蝇、这个蚊子、那个臭虫。在他心目当中跟毗卢遮那佛平等的，平等的恭敬，这才叫离境诸佛了。啊，蚊虫蚂蚁臭虫这些东西，他本来是佛啊，他自性是佛啊，
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是业力变现的，业报身的，那不是他的法性身的，他的法性身跟毗卢遮那一样啊。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法性是身，是他的真身呢、啊，这个业报身是他的假身呢、啊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你怎么可以认假不认真呢？啊，从法性上说，人没有善恶，一切众生都没善恶，平等平等。这普贤菩萨从这个角度上去看了，见心不见相啊，不着相啊。所以他能够平等的理解，能够真诚的理解，能够没有一丝毫分别妄想的那种理解，啊，人能修这个理解，跟一切众生自自然然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。人生哪有不幸福、不美满的？世间哪有不和谐的？找不到啊！它本来是和谐的。啊，和谐变得不和谐了，都是习性造成，啊，自私自利造成。为什么不和？为争名夺利，我们把名利舍掉了，不就好了？啊，我们能和天下，能和一切众生，是什么呢？跟释迦牟尼佛学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不就活了吗？你要什么，统统给你；那你要什么，统统给你，不就活了？啊，我有没有吃亏？没有吃亏啊！啊，我爱大家，大家都爱我；我帮助大家，大家都帮助我，我过得很自在快乐。啊，我要样样具有、拥有、霸占住，别人对我就讨厌了。那我霸占都想得尽的，用得完，用完怎么办？没有了。啊，不如把所有东西统统分给大家，我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每一天大家供养，你说多舒服，多自在。一个人有福，不如一家人都有福；一个人有福，不如一国的人统统有福。啊，一国的人有福，不如全世界人都有福。啊，我们有这种理念，有这样的思维，有这样的言语，有这样的行为，这是大道，这不是小道。无上，啊，解释这两个字的意思，无有更能胜过之者，这叫无上，没有能超过的，他到了基础了。为什么到基础？他舍到基础了。为什么菩萨把布施摆在第一？你舍到基础的时候，你就是无上。你要想拥有的话，拥有到基础，那是最下。那下在哪里呀？大家不知道啊。那最下在阿鼻地狱啊。啊，古代这帝王迷惑颠倒，专讲自私自利，那什么
亡国的皇帝啊，夏朝的桀，商朝的周啊，周朝的优利，那就是亡国之君呐、啊！啊，自私自利，只知道自己享受，只知道什么在民间好的东西通通搜刮了，自己享受，没有几年亡国了。啊，生死家败国亡。那就是你想霸占的时候，霸占到极处就是这个结果。你要把它散掉，通通散给大家，大家要享福。你是圣天子，没有人不服从的。啊，古时候那个时候，夏商周的时候，中国没统一啊，称你为天子，那什么，心服口服，你做得太好，不能不佩服你。啊，尊称你为天子，那不说不说皇上，尊称天子，啊，每一个国家主权都是独立的。啊，夏商周中国那个时候，八百诸侯啊，就八百多个国家了，小国三四十里，像现在小乡镇的，大国一百里不得了。啊，一百里我们现在就给县了，啊，所以从前乡长、啊村长、县长都是诸侯啊，啊周也是一个小国啊，周文王的国百里，啊商汤商王的国只有七十里，你看七十里。人家称他为王，称他为天子。那么，德行好，爱人民，把他自己这个小国治理的给大家做最好的榜样，最好的模范。啊，七十里可以称王。可以做八百多个国家的好榜样。啊，中国的统一是秦始皇时候才统一的。啊，这个历史的发展经过我们要知道。决定，在这个古人讲的倒有道理。决定要以德治国、治天下；决定要用仁、仁慈；决定不能杀人；决定不能伤害人。你能不能做皇帝是你命啊！你命里是个皇帝命，纵然没有做到皇帝，你可以得到皇帝同样的福报。啊，你是皇帝命，你从事于经商。你在商业上称王，啊，你那个公司就是个政府组织。现在大的公司跨国，啊，他底下的职员也有几万人，有几十万人，那不是一个王国吗？你有那个命吗？无论从哪个行业都是王。
你是龙王的命啊！你没有王的命，你一生就替别人服务，那臣子啊，王说老板呢，老板就是王啊，老板要能行大道，那还得了啊？啊，那边说世界之王。啊，宗教也不例外啊！啊，你看梵蒂冈教皇，梵蒂冈不大了，小城呢、啊。啊，去年10月我去访问，仔细看了一下，以前没有仔细看。啊，我问陶然主教，陶然好像是他们的外交部长一样，专门负责对外的，对不同宗教的。啊，梵蒂冈多大？面积？他告诉我，50个英亩，不大了，1个英亩是6个中国亩，5、6、300。就是中国300亩，那个国家就那么大。啊，居民呢不到1000人，可是，在全世界，他的信徒超过10亿。啊，他是这10亿信徒的精神领袖。这个人有王的命啊，但是要行王道啊，哦，那就不得了了，那变成全世界的王，没有人不尊敬你，没有人不佩服你，没有人不称赞你，啊，没有人不向你学习的，你变成全世界的王，要有道，要有德。啊，道德仁义礼5个字都具足，你是全世界的王。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，你都是王。啊，具备这5个字，佛法里面所讲的一些大道，你统统做到了。净土论注云，这谭鸾法师就说注解：无上者，此道穷理尽性，更无过者。穷跟尽的意思相同。就是达到究竟处了啊，在理理上究竟，这究竟圆满，在性性上究竟，性跟理也是一桩事情啊。对于理跟性呢，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没有再超过他的了，更无过者，这叫无上啊。华严大疏钞13，清凉国师的，他说无有能过者，故号为无上。过是超过啊，没有能够超过，所以称为无上，叫无上道啊。
真真实，无迷无妄。啊，那我们看看现在的人，在中国，在外国，哪一个不迷？哪一个不忘？既迷又忘，忘是胡作妄为，真没有了，全是假的，真是不迷，不忘。啊，什么人不迷不忘呢？在佛教里面讲化身菩萨，也就是明心见性之后不迷不忘了。没有明心见性还是迷，他的思想言行还是妄。啊，真是什么？真是性德，他跟心德不相应，跟我们中国老祖宗东西讲的也不相应。那老祖宗讲的东西，最简单的，我们把它归纳起了12个字：这12个字就是中国传统文化，就是老祖宗世世代代相传。这12字是什么呢？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、仁、爱、和平。谁做到了？这12个字，字字都是真。啊，如果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跟他相违背，就是迷，就是妄。不迷不妄，这12个字做得圆圆满满，而且心里干净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。圣人东西就这么简单。啊，不会复杂，复杂你记不住。啊，非常简单，时时刻刻你会拿它来对照。这个东西重要啊。我们得认真学习，搞真的，不能搞假的。人生苦短呐，时间很短暂的，几十年一弹指。啊，年轻的人还没有什么感觉啊，60、70就很明显的感觉到。啊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20几岁，跟着李老师学习，老师给我们讲古文，讲到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，老师很感慨呀。那个老师，那个时候老师70多岁，跟我们讲啊，人生的四季，人从出生到20岁，人生的春天；20岁到40岁，
人生的夏天，40岁到60岁人生的秋天，60到80是人生的冬天，80以上啊，随时可以走了。所以叫风烛残年，啊，蜡烛点在风当中，随时会吹灭。啊，只给你算到80年了，春夏秋冬啊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啊，60到80的时候，应该退休养老了。那什么享福的时候啊，现在可怜了，现在人生到冬天的话比什么都可怜啊，为什么呢？所有依靠都没有了啊，天伦之乐享受不到。啊，我昨天还有几个朋友谈到，先前的社会，老人苦，年岁大了，进养老院。啊，养老院里面，物质生活照顾很周到，精神生活没有。许多老人痴痴呆呆，啊，面孔没有表情，一天到晚不说话，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谓“坐吃等死”。你说那是个什么味道？老人院常见的，这老人狗过世了，走了，看看今天这个走了，明天那个走了。啊，想到哪一天轮到自己，多可怜呐！啊，这让我们想到从前古时候的大家庭，没有这个现象啊。大家庭老人快乐啊，退休了，落叶归根，归根是回老家养老。中国过去社会养老是家庭事情，所以它没有社会问题。家是大家庭，一个家庭，普通家庭，上上下下人口总有300多人。啊，小朋友1/10吧，就有30-40个小朋友啊。30-40个小朋友伴着老人，很快乐啊！啊，老人跟小朋友玩在一起，叫老小嘛。老人把自己年龄忘掉了，哎，也跟小孩一样了，所以他快乐啊。啊，小朋友在私塾里面接受教育。啊，下课的时候，老人带着这小朋友讲故事给他们听。那个故事都是自己一生的体验。啊，讲给小朋友听，增长小朋友的见识，多快乐！现在到哪里去找去？没有了。我这么大年岁的时候，记住，我只看到一家，前广东省长叶选平先生，我偶尔到他家做客，享受一点天伦之乐。
啊，现在跟他玩的小朋友，重孙子。玄平先生快90岁了，今年89了。啊，重孙子，7、8岁的，5、6岁的，啊，在身边，那真有趣味呀。现在这种享受，人几乎都没有了。啊，我到他们家里做客，也享受几个小时啊。啊，这就是想到古时候的大家庭，真有大家庭的好处。啊，大家庭、小家庭各有优点，各有缺点，但是两下细细去比较，大家庭比小家庭好。为什么呢？伦理道德，他真做到，他不能不做。他要不做到，他家就乱了，家就没有秩序了。啊，所以伦常道德体现在家庭当中，所以家齐而后国治啊。家只要是做好了，国家就和谐，就安定。繁荣啊，所以中国过去历史上长治久安、太平盛世是谁造出来的？家庭造出来的啊。国家只是奖励家庭，希望家庭每个家庭都治理得很好啊，治理得特殊好的，你看国家送他匾额。奖励他，让大家向他们家学习。啊，如果中国没有这么好的家庭，社会长治久安是做不到的。为什么在外国不能出现，在中国出现？中国大家庭，道理在此地。正呢，正者与理无差，曰正；又无邪无曲，曰正。啊，正跟中的意思相同。啊，中是不偏不邪。啊，正也有这个意思。所以无差，无差就是没有相差啊，跟理相应啊，思与理相应，相与性相应，这都叫真。又无邪无曲，曲是委曲，邪是邪物啊，没有邪物，没有委屈，这叫正。又禅门解正法严藏啊，这是禅宗里面说的，这个里头是正字，正者是佛心之德明，此心彻见正法，故云真法也。正法严藏，这个正是佛心，佛心真心，每个人都有啊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哪个人没有佛心？佛心是你的真心，佛心才是真正的自己。
啊，就是《三字经》上讲的心本善。啊，本善就是此地讲的佛心、正心。啊，《大学》里面所说的诚意正心。事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，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啊，真心纯净纯善，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妄心邪取，邪是邪物，取是弯弯曲曲，不知不正啊。啊，所以自私自利，这不是个善心啊。这种心要受苦，要受难。今天的社会为什么动乱不安？今天的地球为什么灾变这么多？啊，现在我们搞清楚了。近代科学家为我们证明，啊，证明什么呢？境随心转。外面物质环境跟我们自己的念头有密切关系，我们的念头正，所谓自然灾害就没有了。啊，连美国布莱登博士都告诉我们，啊，应对2012的灾难，就是今年。今年灾难很多。啊，怎么应对呢？叫端正心念，端。你心正，这个灾难你就很顺利通过。那正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我们中国人讲无常，叫仁义礼智信，这是正啊，正的标准，仁仁慈，要学会啊爱人啊，爱人要像爱自己一样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要有义啊，义如理如法，一般讲合情合理合法啊，见到别人有苦难，我们要主动尽心尽力去帮助他，这是义。不求报酬，那就不求回报。我们能帮助别人，别人就会帮助我们。在佛法里面讲戒缘，戒缘很重要。如何能跟大众和睦相处，相亲相爱，戒缘就是方法。啊，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，老师就教给我们，广结善缘。
广结法缘，先结善缘，再结法缘。啊，结缘就要用四摄法，头一个就是布施。啊，经常不断照顾你这些邻居。啊，跟我们住的亲接近的人。过去我们在新加坡做过啊，我们结缘用什么方法呢？请吃饭，免费供应的这个餐饮，24小时不中断，随时来都有东西吃。啊，半夜来都有，24小时不中断。啊，每一天来吃饭的平均大概有1000人，星期假日大概有3-4千人，广结善缘呐！啊，这钱从哪里来的呢？不知道从哪来的，你只要肯干，好，帮助的人义工很多。付钱的人也很多，我说知道你做好事啊。大概那个时候居士林做这桩事情，第一个月是居士林自己拿钱，以后就没有拿过钱了。送米的，送菜的，送油送盐的太多了，送成吃不了，一天1000人都吃不了，吃不了这个又不能保留，那保留就坏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用小卡车啊，装的是送给不同宗教的孤儿院养老院啊，送给他们啊，自自然就帮助这些了。这个对于团结宗教奠定了基础啊。我们照顾他们呢、啊、没有任何条件的啊，我们多余的啊，那我们在澳洲图文巴这个小城做了10年，那不是天天做，我们一个星期一次，星期六晚宴，叫温馨晚宴，免费招待，什么人都招待，只要你来吃饭，我们都欢迎。10年没有中断，所以跟这个城市的居民结下了好的缘了。这个城市大概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8万人，现在大概差不多将近10万人，小城都到我们家里来做过客，所以这个小城跟我们相处的非常亲切啊。图文巴的居民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净宗学院的，而且都赞叹净宗学院都是好人啊。所以要布施啊，要写啊。现在我们这个布施有本钱的，我们自己有个农场了啊，所以我现在提倡这个道场经济来源要自给自足啊，不能依靠信徒，依靠信徒你没有安全感呐。啊，澳洲土地便宜，我把钱统统买土地了啊，现在我们拥有土地和中国有10000多亩啊，农耕我们自己出家人不会农耕，我请农民来耕种，我给工资给他，1天8个小时啊，1天多少钱啊，每天给他，所以很多农夫愿意到我们这来耕种啊，我们告诉他不用化肥，不用农药
啊，耕种的面积很大，啊，收成那是全是我们自己的，因为农民已经发工资给他了，啊，我们吃不完了，吃不完到市场去卖呀，市场听说我们这东西，哎，大家特别喜欢，知道我们什么？我们有慈悲心，有善心，我们不用农药，不用化肥，它有安全感，啊，很快就卖掉啊。啊，去年头一次收成小米13000公斤，卖掉，收回来这些钱，除了给那个农民之外，还有赚的。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好大的信心啊！所以今年我们种稻米，啊，种水稻，我们要种小麦，啊，种玉米，种花生。啊，种这个马铃薯，啊，都可以当做主食用的，啊，我们的大菜园就在我住的地方，大菜园可以供给1000人，自给自足，我们的生活就安定了。古人所谓的“深安则道隆”啊，啊，我们身心安定。这个生活没有问题，没有顾虑了，不靠信徒供养，自给自足，安心办到了。啊，中国过去寺院安堂是这个方法，啊，这就是这个生切经济的来源。啊，那个时候靠自己耕种。也有呢，租给农民耕种，分，啊，跟农民分收成，叫稻米，啊，农民自己60%，农民自己养家，40%供养寺庙，以前呢是这样的分法。啊，我们现在在外国给工钱，当作你在我这做工，我每天给工钱给你。这个方法好啊，那收成是全部是到场的，啊，他们没有分的，他们拿工钱。啊，这个方法我们带头，希望将来每个寺庙。都能这样做法，啊，这大家都心安了，心安了，心就平了，所以心平气就和了，就能够和睦相处了，啊，能够互助合作了。你有缺乏的，我有多的可以供养你，啊，特别是农产品，啊，我们肯定有很多很多。啊，帮助农民，啊，帮助当地的居民，帮助所有的宗教。这好事情。啊，我们这个净宗学院在图恩巴将来会成为最富有的一个道场。可是为富不仁，就会造灾难。富有什么？要照顾群众，要照顾大家，大家都会照顾我们。那我们不照顾大家，大家不会照顾我们。我们有利益的时候都分给大家，大家希望我们越富越好。为什么？他沾光啊！啊，都得利益了。真的有经济危机、粮食危机的时候，我们的产品会分送给我们这些邻居，啊，分送给各个不同的宗教。
啊，我们就会平平安安度过这个粮食危机。啊，那我们耕种，大家都欢喜，都来帮助。啊，我们的收成大家同享。啊，不是我们独占的，大众同享，人人有份。所以这是义啊，人真的把仁义两个字做到，没有人不服啊。啊，自自然然就临到这个地区，这个小城了。啊，我们用领导的时候就是教学，啊，教大家学仁、学义、学礼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。我们教这个小城的10万居民。啊，宗教带头，宗教联合起来了，宗教带头，肯定会做得好。啊，这个做出来，给全世界做一个榜样，做一个示范。这个小城的人，人人都像一家人，都像兄弟姐妹一样。啊，不能做大，还不能做多。做大了很难，这样小城很容易做。啊，做多了，我们叫分心，做不好，一个做到尽善尽美。啊，希望别人呢，照我们这个样子来学习，来拷贝。啊，越多越好。啊，我们把我们的经验、理念、方法告诉他。啊，一年可以办一个活动，让全澳洲的啊有兴趣来做和谐社会的。在我们这地方开会，啊，我们把我们的理念、经验、方法、效果向大家做报告，欢迎大家自己在自己家乡去做。做成功了，做好了，会感动神明啊。这个地方少灾少难的，不会有灾难的。啊，所以我很感激图文巴这些不同的宗教能这样发心，能这样合作，太难得了。啊，我们有这个期望呢，不敢想象。现在他们自动自发，真难得。道这个字，有两个解释，一者。能通为一，道是道路啊，能够通畅无阻。居舍论25啊，第25卷书，道亦云何？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为涅槃路，乘此能往涅槃城故。涅槃城是个比喻啊，什么是涅槃？
涅槃的意思，清净寂灭，就是自性。涅槃成就是回归自性，回归自性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华严经称之为妙觉如来。现代科学家有个名词，我感觉到很像，他这个名词叫零点能量点。零极点里头什么都没有啊，这是从数学名词概念上来说的啊，零点是什么都没有，表示自信清净心啊，自信确实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它里头能变，它能生能现，它什么都有啊，所以这个灵不能代表说什么都没有，不可以这样说法，他没办法说，你不能说他有，也不能说他没有。慧能大师对这桩事情说了五句话，五句话把他说圆满了，五句话说一桩事情，就是讲的自性啊，他见性，性是什么样子？啊，这五句话综合起来就是自性的样子。第一个是清净，它是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没有一点污染啊，清净性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它没有生灭，不生不灭，真的不生不灭。第三个意思，它本自具足，它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什么都不缺。虽有呢，虽有它没有现象，就是说，用现在科学家的话，它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精神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说它没有，说它做灵，现象上说它不灵，但是在本性上它不是，它样样具足，它有，虽有，有这个东西都不是现象，所以科学哲学都达不到。啊，有什么呢？佛在华严经上一句话可以补充慧能大师的啊，本自具足，具足无量智慧，具足无量德能，具足无量相好，他统统具足，他一样的不缺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，虽然具足这么多，但是这些东西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六根接触不到，我看不见，听不到，摸不到，所以叫它做空，空不是无，空是有。啊，第四句是本无动摇。啊，那就是自性本定，它不是动的，它是静的，它不动。啊，阿赖也是动的。科学家讲，整个宇宙都是在动，是波动现象，不动就没有了。啊，但是自性呢，它不动。
后头一句话说，能生万法，这宇宙一切法都是从他生的。这个五句就把自信的样子说出来了，这就是涅槃。梵文叫涅槃，涅槃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唯真才能知道啊。所以佛说，唯真方知啊，你要不证得，你不会知道。啊，用什么证呢？放下，用禅定的功夫。啊，佛在大乘经上常说，八地以上就清真这个境界。啊，禅定功夫在华严上分成52个阶级，就是深浅次第52。越往上面越深，啊，最初的禅定就是实性位、初性位的菩萨，小乘初果，这是最起码的禅定，虽然是最低级的，我们六道里的人都比不上。你只要修成这种禅定，证得了初心位的菩萨，啊，或者是小乘须陀洹。第一个，你虽然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你生生世世永远不堕三恶道，这一点就不得了啊！而且在六道的时候有期限，不是无期限。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等于一个罪犯，那个罪犯判的是无期徒刑，这是有期徒刑。啊，真的这个果位就有期了，你能够出三界，没有真的是无期的。啊，那么什么是高的这个位次才能够看到自信呢？啊，圆满的看到，清清楚楚的看到，八地以上。啊，这是52阶层最上面的五层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等觉、妙觉。这五个位次的人，他们清楚，完全清楚。那要是笼统的来讲，圆教初住就证得了，就明了了，但是模糊，不很清楚。越往上面去就越清楚，到八地可以说是完全清楚了。乘此能往涅槃成果，能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能超越51位菩萨，又华严大疏第18卷曰：“通至佛果，故名圆道。”这个路啊，通到成佛的。这个道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面讲的。布施持戒六波罗蜜，这六样能通知佛果啊。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啊，
这是无上真正之道啊。它前面有基础啊，基础没有你上不了这个道啊。好像这个道是高速公路，上高速公路有一条引道，引你上去，你没有那个引道，你上不去啊。那个引道是什么？是三归五戒十善，这是引导啊。三归十五戒十善，它还有它的引导，那就是弟子规跟感应篇，一定从弟子规入门啊，感应篇。十善业啊，这样三归五戒才引你到六度啊。出家人还要通过沙弥律仪啊，稳稳当当走向六波罗蜜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般人搞不成功，把弟子规疏忽了，认为这个东西可以不要学，这个东西不学，你永远上不了这条路。啊，这条路成佛之道，怎么可以疏忽这个东西？不要以为是小朋友的学的，从前是大人学了，做出来给小朋友看的，小朋友才学会。不是教小朋友念的，什么时候教？小孩生下来的时候，婴儿啊，生下来小孩睁开眼睛，他会看，他就会听，他就在模仿，他看他的父母怎样对他的父母，就对他的祖父母。啊，你把弟子规做到了，孝道是哦，他学会了，他长大了就孝顺他的父母。为什么？他看到你孝顺你的父母，你怎么对待你的父母，我就怎么对待你们。啊，所以我们对待父母不好，小孩看到学会了，他将来也不对你不好啊。为什么？你对你的爸爸妈妈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啊，我是从你身上学来的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啊？中国古人讲啊，教儿婴孩呀、啊，3岁教的不行了，3岁已经学坏了，你教不好了，一定从刚出生啊，当然最理想的怀孕的时候，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念端正，影响胎儿，母亲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通通影响胎儿。啊，所以中国这个怀孕的古礼都讲得很清楚。啊，怀孕这10个月，念头要端正。不能有邪恶的念头啊！不能看的东西决定不要看啊！不善的东西不看，非礼的东西不看啊！不能听的这些音乐，不好的音乐不要听啊，粗鲁的话不能说。为什么？这影响胎儿啊！这是一个负责的母亲啊，真正爱护自己的胎儿，她能做得到啊。保护胎儿，让胎儿在
这个恶的事情不能让他看见，不能让他听到，啊，要保护他，跟他亲近的人身心动作都要端庄。为什么？他在学习啊，所以都得规规矩矩的，端端正正的，这小孩自然学会了。啊，现在人都疏忽了，这样教小孩，小孩生下来，他就端庄，念头就端正，很容易教。啊，古时候因为大家庭不能不注意啊，大家庭不能出乱子，乱子会家破人亡，所以对于家庭的规矩非常严格，人人都要遵守啊，《弟子规》是家人必须要遵守的，每个人都要遵守啊，所以从小孩从小他就看到他自然就学会了。啊，上学念书的时候，老师把这里的道理给他讲清楚，让他慢慢听懂。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啊，小时候他都学会了，但是他不知道，他养成习惯了。啊，再把道理讲清楚，哦，他明白了，一生都不会改变了。这是圣贤教育啊，佛菩萨的教育是十善，是三规，是五戒啊，从事法再衔接佛法，很容易修啊。沙弥律仪是佛门的弟子规，所以出家一定从这学习，无论是男是女，男是沙弥，女是沙弥尼，啊，必须修学的课程啊，然才提最后提升到六度，提升到普贤摄愿，那就通知佛果了。第二，涅槃之体，排除诸障，无碍自在为之道。啊，涅槃就是清净寂灭。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它没有障碍啊！啊，所以它自在，自在在什么地方呢？自在在感应，众生有感，它立刻就有应，感应，像普门品上所说的。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这三十二是三十二大类，把十法界一真庄严分为三十二大类，应以什么身，他就现什么身，不是他自己有意思，不是的，众生希望见到佛，他就现佛。众生希望见菩萨，他就现菩萨。众生有念头，他没有念头，他是随着众生的念头而现，不是自己，自己没有起心动念，他要起心动念不就变成凡夫了？他没有起心动念，
啊，应是说什么法，他也没起心动念，自然就说什么法，切机切理，众生是这么得度的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所以涅槃之体没有障碍，啊，应化在十法界。像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成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啊，示现这个思想，住持80年，全是演戏，没有起心，没动念。依照什么人念头呢？依照我们地球上众生起心动念，它是一个自然的反应。这个理很深的 啊来做这些好事，帮助我们觉悟。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一堂就学到这里。